可能一会儿会想吃点零食。看到，晚上好，看到图图出去吃饭，我也饿了。很艰辛，辛苦啦，辛苦啦。嘿嘿，看到你们就不累啦，谢谢。今天下午傍晚吃了一顿，然后主要晚上就一直在跳，感觉就都消掉了，食品全都消消乐。我只有坚果，谢谢投票。没有什么能吃的，只有坚果，谢谢投票。吃不？吃个虾尾条，谢谢 Miki 的99票。小面包还没有，但我不想吃小面包，我想吃咸的。我好久没称体重了，我也不知道瘦没瘦，但其实我该吃还是吃，只是没有时间，来得不及吃。开屏吗？谢谢克里斯顿的投票。不知道呢，在吃鸡爪。我也想吃鸡爪。明天要早起。真的吗？你们每次都说我又瘦了呢。大概每次手机角度不一样吧。对，今天乖乖吃饭了，谢谢 Kyo 苦的99票，谢谢神梦瑶锁骨上的痣的99票，谢谢。谢谢投票。谢谢南方姑娘悠悠宝贝，辛苦了。不辛苦，见到你们就不辛苦了。我有，我锁骨上有痣，但我忘了在哪边了。谢谢。那虾条就是我们以前吃的那种味道。谢谢士多啤梨酸酸乳，想喝酸奶，看看，就是怎么看呢？谢谢耶耶耶，小乐，小木，小丽，谢谢我有诗情，刚刚啊、哦、小乐，哦还是小乐啊，我是不是第一次认识了，然后现在不认识？第一次，怎么回事呢？谢谢打羽毛球冲刺版的一叠，谢谢，谢谢刚刚的小乐哦。其实有认识了，只是给大家一个展示自己普通话的机会了，不对，生词不对，它也不是生词，认繁体字的机会啦。没有。只是让大家多发发弹幕，多跟我互动互动。谢谢那胖子是只喵给瑶瑶撑伞版的投票。谢谢变质的妈妈粉之喵喵喵的投票。谢谢。没事儿，倡导。没有啊，就是在给你们一个互动的机会。谢谢波登登耶的投票。这是油炸的吗？哦，它是油炸的。谢谢。其实水又被我喝完了，昨天坨坨都没有喝到水，早上出去接的。谢谢沈梦瑶锁骨上的痣的投票。没买，忘记买。
谢谢打羽毛球冲刺版的999，一起冲刺。谢谢谢谢。对，会有点延迟，你们也辛苦了。谢谢冻柠茶大王不尿床版。没事，会有丁香医生帮你解决问题哦。谢谢投票，现在不点，点了我也不想下去拿，懒得下去拿，会觉得在。我其实刚刚饿，现在突然不饿，可能吃了一点零食，然后只是嘴巴馋。谢谢投票。谢谢爱吃兔兔的投票。还有就是我又长溃疡了，我吃那个刚刚吃那个把我嘴巴有点，兔兔怎么可以吃兔兔，因为兔兔对，又长溃疡了，这里还有这里长得还挺大的。我喷了西瓜霜，昨晚喷的，可苦了。因为饿没有东西吃，就吃虾条。紧张吗？不是，感觉就是排练量其实挺大的。谢谢沈梦瑶台湾标准队联合的999，谢谢。好，谢谢来自台湾的喵战队们联合投的999，谢谢。谢谢沈梦瑶台湾喵战队联合投的第二个999，眼睛好了，眼睛好了，嘿嘿，谢谢。也谢谢变质的妈妈粉吃喵喵喵。每天用繁体字考我，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待的，不过有别的长宁，还有个长宁就是繁体字认识的量更多了。我吃些降火清淡，就是选择不吃，我不知道什么上火什么不上火。我觉得蔬菜什么的都不上火，但是我吃菠菜就会很上火。就吃菠菜的时候嘴巴会特别的辣，虾条就上火。我以为是只要不是辣的就行，但我吃菠菜的时候就会挺有逻辑的呀。我觉得挺有逻辑的。绿豆汤啊，红豆水呢？红豆水可以消肿。好吧，原来膨化食品会上火，不会是我这两天吃的吧。苦瓜烧鱼什么，吃点西瓜就那边点不了水果。谢谢投票。喝点百合绿豆汤，主要没有办法找到这些食物。谢谢萨摩耶受益者小瓜生日版的投票。西瓜上火，西瓜霜下火。我早上总是会忘记。哦，是他生日呀。菊花茶，对呀，当然要排了，最后一天了，肯定是猛排，大排特排。谢谢沈梦瑶海外粉丝团的999，差点海外两个字没认出来，谢谢海外的粉丝们，谢谢你们。前一点点，哦，对哦，可以预定，海外粉丝超多 ，Hello， 看。Can you see me?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来自新加坡的小恩。Oh, thank you. I know. And you must
eat a lot first, you know? 比下 C 比 happy， I dream you 下 C and happy and we together， 嗯 day day up， 不客气哦 ，You are welcome。谢谢 ，Thank you from Singapore， 是 ，Little N，Thank you，Thank you， 哈哈 ，I'm fine，Thank you，and you， 真的吗？看到我说英文很开心，谢谢。Thank you your 认可，谢谢你们的认可，谢谢月比小金宝的投票。这是他的英文名。Hello, my English name is Miranda. What's your name?Oh, I know, I know. 谢谢，谢谢投票。今年上台记得说。谢谢 SJ 驮着嘎嘎猛的驼子帮妈咪驮地。谢谢，谢谢。Very good, good.And I think my 喵战队 MZD are very good good. 谢谢达病浪玉最爱神神猪猪的投票，谢谢哦、oh, ，Thank you Singapore's little N, thank you thank you 。My English name, why I am a student. My English name is Lily. But 3 years ago, I went to a 机构怎么说来着？啊、yeah, was Lily, not is Lily.Institute in 什么 organization 这是组织吧 yeah Lily Training school 这是什么口语学校吗那么就是 three years ago, I went to a school. 谢谢谢谢投票。My teacher gave me a name. 谢谢 ，Thank you, little N, thank you.What name? 就是 Miranda. Now it's me. I'm coming back. 谢谢。But the school, they have very, very, very 多的 lies, 谎言。谢谢那胖子是只喵给丫丫撑伞板的投票，还给你们介绍就是翻译一下中文什么意思。
they took my money and the run away. Yeah, 谢谢半糖清茶的投票。谢谢谢谢投票。Run away, run away。谢谢乱码夏日许愿版的投票。Yeah, I'm so sad, but I think lost money have more lucky, have more luck. Yeah. 谢谢。Yeah, you are very smart. You know what I say. Yeah, you know, you know. 听懂了吗？破财消灾，今天的知识点。学到了吗？学到了啊。Money, money, lucky, lucky. 多看点，多学点。看到了，学到了，多看什么呀？直播间。谢谢海岛居民的投票。谢谢，学到了，学到了，胖达来交学费了。脑子懵了，没关系啦，上课上久了是会这样的，去睡吧，去睡吧。明天还有课，好的，我这节英文课不是很重要，没关系的，你去睡吧，去睡吧，明天好好上课哦。重要吗？上课可以睡觉吗？可以躺在床上上课。大家都很好学，谢谢 ，Thank you C Y N D I 不是 Cindy 的九九九，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Not Cindy is C Y N D I， 谢谢。哦，也是念 Cindy 呀、啊，学到了，学到了，看来老师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对，名字认识的不是很多。谢谢，会韩语吗？韩语，康桑咪哒，那不认识，不认识，帮忙取英文名啊！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呢？之前的专业是萨拉黑 ，I know I know I know 萨拉黑哟。谢谢谢谢，
你们打那些韩文，感觉像是我会看得懂的样子，还有突然打了个日语的。会日语吗？我会那个什么，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厉不厉害？すみません。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学会的，而且脑子里记到现在。就是可能刷视频听的。非常的 international。我是说，我刚说的 I U V O， 我当然知道死命吗？才是不好意思。五十音就是类似于拼音的意思吗？阿里嘎多。哦。阿里。Yes, yes。来个上海话。我也不晓得上海闲话哪能讲，侬也听不懂我辣盖讲啥，所以讲我讲上海闲话，哪也不晓得是辣盖讲啥。听得懂吗？是在说你们是猪。只听得懂我讲的啥话。 You better better。 谢谢大饼狼玉最爱神，最爱你猪猪的投票。真的假的？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还算标准呢。拿老头一就是在夸你们。听懂了吗？拿老头一学会了吗？啊，没有没有。无老欢喜拿，就是说你们很是猪猪。学会了吗？谢谢大饼狼玉最爱你猪猪。雅雅农滋鲁。猪猪真的真的，我会形容，就是说你是只小猪。什么？礼尚往来呀、啊？我是只小猪，怎么说？就是侬老讨厌。谢谢。今天学习了很多哦，有吗？对对对，不要出去讲乱讲这些话，知道吗？就我们自己人讲一讲，好吗？出去了就是人家问你怎么学会的，也不要说是我教的哦。切什么？就是怎么可以随便说猪猪呢？怎么可以随便说灰喜呢？
可以可以可以跟我讲。问好怎么说？侬好呀。对。弄骆驼叶。哦，很想这是什么？喂侬，我会洗侬。这是你是蜘蛛？你好，是蜘蛛啊。吃饭了吗？吃哑杯了吧？就是吃晚饭了吗？拜托拜托，没有学过，从来没有从大人嘴里听到过这句话，没有学过，没有学过，这。那有爸爸妈妈对小孩说拜拜拜托拜托，姐姐，我好像叫姐姐的时候，叫我姐姐的时候都直接喊普通话。干嘛呢干嘛呢，我是大大眼，就是睁大眼睛不用多说，对方自然就明白了。实在不行就摆张我的照片，指指我的眼睛，大家就能都懂啦，懂的都懂。要翘起你的兰花指，这样这样指，指我的眼睛。我喜欢什么谣？四梦游。谢谢四二七，不是色奇。谢谢雅雅，谢谢。对，喵战队老龄哦，老龄了。是句夸赞哦。一般夸赞就是，而且不是普通的夸赞，老领啊，还要竖个大拇指。对，这样说喵战队老领啊，老领啊。真的是夸赞。就是特别的灵，特别的，就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它有多好多棒的意思，好吗？好吗？结棍，来噻，只是要竖个大拇指。谢谢，不是玲玲的投票，但你一定老领了。不，你们才是老领啊，你们真的老领啊。好，我跟着你们一起老领啊，好吗？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呀、哦。啊，那个灵气，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好吗？一个是形容这种精神，这种力量。跟墩墩的是不一样的。怎么我夸奖你们，你们还不要呢？咋回事呢？是在夸你们，偏要说英文，就说你们 very good， very good， good，
不 ，You are my hero， 要这么说，不是 zero。英文的拜托拜托，难道不是 come on come on 吗？不知道为什么。英文版的拜托，come on come on。是 please please 吗？抱抱你，都可以。Come on， 就是有种拜托，不是这种意思吗？Come on， 加油，它有很多种意思吧。什么拜托中文？对，又得了吧，算了吧。去，就是说。I want to eat something. Come on, come on. 拜托拜托，给我点吃的吧。这样就表示你的欲望非常的强烈。学会了吗？以后出门在外，出门在海外饿了的话要这么说。拜托拜托，给我点吃的吧。啊，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人看上去很饿的样子哎，我们给他点吃的吧。学会了哦，又学会到了一个出门在外的一个必备技能。当然不用的，有卖有卖，切拜，是拜托的吗？意思吗？切拜，怎么感觉我这语气，切拜切拜。感觉有点不对，对，我也觉得。Wiper 是迷雾的意思，对不对？特地去搜了的，去搜怎么念？毒蛇对，所以说了。Wiper 后面有个 his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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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his 就是蛇这边 his 在那边那个知道吧？它也有这个意思。原来如此哦，现在知道喽，这是蛇吐舌头的声音，所以。老师让我录音的时候要悄悄的，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因为 viper 还有毒蛇嘛。谢谢。嗯，对，后面的那那那那那那，是他开始手舞足蹈了在那边。谢谢紫袜小白小葡萄的投票，谢谢。对，要扭起来哦，要扭起来。谢谢。那那那那那那那，为什么不听？因为要告诉大家呀。谢谢打羽毛球，切拜切拜。嘿嘿嘿嘿嘿。
外跑和上户外酒吧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因为上户外呀，扭啊扭啊扭，所以音的大要和上户外有关系，懂了吗？等了哦，因为没有宝石的话，Somewhere 的门口的红外线就不会消掉。我每次可是冒着红外线在台上跳舞的，看红外线这么多。还好我会牛啊牛啊牛，躲过了那些有真的有红外线，怎么会是国王的红外线呢？臣民们也能看得到的红外线。这没看见啊，怎么回事儿？下次好好看，好吗？这道题我觉得大家都不需要给大家讲了，怎么红外线都没有看到呢？我躲的。有，难道镜头里拍不到吗？现场才看得到。预告里对，就是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的，可厉害了，可吓人了。来剧场的看现场的都要戴护目镜的那种。谢谢那个没有辐射，那个没有辐射的，直接就扫过去就直接烧一个洞了，何止辐射呀？这叫激光，这叫激光，可以祛斑、祛痘印、祛疤痕、祛皱，厉不厉害？好厉害呀！真的、啊，谢谢九四和瑶瑶蹦迪比宝宝比宝比，噔噔噔噔噔噔，我还在试营业呢，还在试营业中，比宝宝比宝比，来一首。想听，好，那我们睡前听一首《合理失控》，那就给你们放吧。我只记得我的版本。噔噔噔噔噔噔噔，对，明天得早起。装的面回归本心不设限，微光中带点醉，松绑自己一切，释放你藏匿的夜。这些不规律的神采曲线，经济水平也很水也不很累。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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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啵啵哔啵哔，合理时空的范围，哔啵啵哔啵哔，慢慢有底线，开门划清界限。我自己的其实不记得，而且 我那首歌主要是前面，我那还是特地做的一个音乐。没有，这是长版短版的吗？哎，我也不知道，我忘了。还欠你们 shoot 还是 shot， 意思就不一样。前面那段可是花了心思的哦。哦，是 shot， 我以为是 shoot。 It's the love sho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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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坏哎，露出誓言，哔啵啵哔啵哔，哎，谢谢一只小 pig 在说话，谁呀？谁在说话呀？是谁呀？让我看一看，让我透镜的瞧一瞧，嘿嘿，就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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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不是你的意思吗？五，谢谢乳。宝宝比宝比，宝宝比宝比，没有界限，开门划清界限，不玩爱就把爱合理时空才安全。那就在最后给你们放一下 shots。还是得搜终极任务。囤衣服，谢谢什么牙的猪八戒苏小彻的投票。痛，溃疡痛得很。对啊，开头脱衣服，然后还要甩。受到危险，被严审七遍，无辜的嘴脸 ，idiocy。别在意自己是否 ，Tell me it doesn't matter，it doesn't matter。谢谢沈梦瑶的猪八戒苏小彻的投票。好，我买了那种很便宜的维生素 C， 然后吃完了，反正一直懒得买，因为它太便宜了，起送费不给送，然后就不知道买什么。哎，叮当当 ，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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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维 C 泡腾片有用吗？感觉维 C 泡腾片真好喝，它的维 C 含量不是很多。你们在发什么呀？
因为它会掉下来，虽然这个动作呢就是扯背带，就是每次都会掉下来。我有一次跳，就是我们总彩的时候跳吧，因为我最近就我只要一忙我就会长溃疡，扯扯扯背带，摸哒哒做个位，1、2、3、4、5、6、7、8，吃猕猴桃。你们在发什么呀？谢谢天在水闪电的投票。当然，其实跳熟了脑子里就不会想这些东西了，只是学的时候这样会好记一些。我教别人动作的时候也会说一些这种数一的，哦，在做生意啊，在烧东西吃啊，我在卖东西吃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太晚了，大家快收拾收拾，啊，还不够啊，感觉溃疡都变大了。对，明天要早起。维 C 片碾碎了，敷上去，虽然很痛，但是好很快。好，但我没有那个普通版的，我只有复合维生素片。对，明天再辛苦一天，就加油，会加油的。明天你们很棒哦，谢谢你们哦，哎呦。对对对，今天今天，谢谢拿拿些老领啊，Together fighting， 谢谢，是妍妍不是耶耶的投票，谢谢你贴心的给我标注了拼音，谢谢微醺的酒的投票。是说你们很棒的意思。好的好的，绝对会在饭店想起来的，就是会错过了。好的，我也老领啊，冲呀，吴奇困狗了，我去睡觉了，谢谢。好，我睡前会喷西瓜水，晚安，拜拜拜拜，谢谢。晚安晚安，走咯。好，当然啦，困得不行了，拜拜拜拜，你们也早点睡。好的，谢谢南方姑娘悠悠宝贝，晚安啦，晚安哦，谢谢，我走了，拜拜，记得买水，明天买，拜拜。